再找找看吧。嗯？爸爸，爸爸是你吗？你不会已经……我找了你整整半年了，你怎么就不等等我呀，爸爸？哎，没死啊！给我起来！糟老头子，居然半年都没有回家，妈妈都气得要喝农药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？一点男人的责任感都没有，你还要不要我了？还要不要我的妈妈了？你别给我装糊涂啊！喝醉了是吧？一身酒味，跟我回家，看我今天开什么车来的，劳斯莱斯，怎么样？你儿子这半年的事业可是飞黄腾达哟，你就放心跟我回去吧，保证亏待不了你的。老头子，你上不上车你？我一脚油门撞死你，真是个老顽固啊！我爸爸以前受过刺激啊，所以说现在可能精神不太好，他可能得了老年痴呆啊。你别躲了你，你快点的，别墨迹啊，妈妈还在家等你呢。给你100万，走不走？嗯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模样变了呀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，我还以为你是我爸爸呢，开个玩笑啊。我爸爸没这么瘦啊，他是个大胖子，也不一定是流浪汉啊。那我的爸爸在哪里啊？嗯，原来在这搞鬼呢。这回一定没错啦，我爸爸喜欢泡妞，被我现场抓到了吧？啊，先抓你吧，别给他跑了。这回身材和爱好都吻合了，你这个渣男。我还以为你多可怜呢，原来在外面潇洒快活，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把我们母子两个丢下半年了都不管不问，真不配做男人，更不配做我爸爸。哎，你小子别报警，你我在处理家庭琐事呢，你还是别回家了，下次别让我遇到你。好了，如果你们是我的话，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样做呢？记得评论下方给炮星留言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记得点赞转发收藏一下视频呀、啊。